我想娶你为妻，你愿意吗？回去吧，他不会来了。为什么？我跟他约好今天见面的，我为他准备了那么多，就想给他一个最完美的求婚，他为什么不来？也许他不是不想来，是不能来。我们俩那么相爱，他为什么不能来？世界上总是有很多无奈的事情嘛。你说他会不会在某个角落偷偷看我，偷偷对我笑？有可能。那我要把我准备的惊喜放给他看。真的是惊喜啊，之前还嫌弃他像苍蝇呢。你听得到吗？我想娶你为妻，你愿意吗？大白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